请进场。抱石是攀岩的一种形态，不用绳索等器具，因此攀爬高度不高，以确保攀登者坠落没有危险。而抱石确保的方式是避免攀登者因坠落而造成背和头部的伤害。此外，抱石的难度分级也易于运动攀登。有点问题哦，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回头看一下，回头。回头看一下。哇！我的预想是这样，啊，小心小心。是不是要撑到脚啊？这什么便秘声？你刚嗯了三次。啊！啊！对。啊！小乙，这个是。一般人有办法吗？什么意思？右脚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拉筋，拉筋，刷椅，这个 pose 超好笑。波特学脚。但是右脚没地方放，好憋尿。用脸爬，突然用脸爬。右脚才好 ，OK OK OK OK。
心核心。这是什么？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哪招？我可以同时拍你们两个，一个掉下来了，等等。